离我们近一点，我们需要你帮忙找到老枫树。当你独自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敲门，别带沮丧眼神，因你有我们。这个地方好可怕，好像有许多眼睛在注视我们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水晶离开这里。他好像是找到了，跟上他。最美好的人生，我们一起冲出重围，打破不断风的堡垒，管那天黑无惧无畏。是他吗？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凶猛。我也没看到任何保镖啊。也许阿巴和卡卡说的不对，我们去拿水晶然后离开这里。谁这么大胆闯入我的领地？